收视持续创新高的偶像剧《爱上哥们》，剧情桥段是一集比一集还要劲爆，主角间流露的粉红泡泡，看得观众心花朵朵开。尤其祭出陈楚河和赖雅妍激情热吻，肚皮合体所向披靡，以 2.14 夺下同时段的最高收视。哇，也太浪漫了吧！夜晚因为有烟火而变得不再黑暗可怕。肚皮情侣时而甜蜜，时而火辣。杜子峰霸气扑倒皮亚诺，不壁咚滚床，而是壁咚滚地，甚至伸手直探皮亚诺的腰际。不过皮亚诺怕被识破女儿身，只好及时喊卡，让粉丝可真是挤得心痒痒。现在你感受到了那样的浪漫和幸福？我感受到了，因为我的身边有了你。虽然赖雅妍受访时笑说导演拍得很煽情，很像情色电影格雷的《50道阴影》，不过两人都是专业的演员，不会因此擦出爱火。我要帮 Judy 想想，像爸爸回来说去哭。不要在我面前叫爸爸，叫爸爸。